据说近期有人三下就举报一架无人机，那么抓一架野生无人机到底难不难呢？虽然无人机有反制设备，但显然这东西没办法人手一个，所以今天还是跟着雪龙来看看，如果给他们物理超度是啥体验。首先出场的是反派大军，不仅有固定翼，还有直升机，看这阵势都足够举行一场航模大会。再看看主角，铺顶简陋的棚子就是基地，无人机大军开始出击。如果此时再开阔地，无疑将被暴击，就算是躲在车里，恐怕也是难以幸免。此时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。别看大炮打棚子，这眼神不够好还真难打。随即航模复仇编队来袭，算好提前量，加特林大叔后盾翻机，弹壳流水般倾泻而下，枪法还算不错。这真的是炸机，不过一枚子弹如果是两枚的话，你才打一架要花多少银子呢？送人头，不信来看看这架逆子弹区蛇形走位。好吧，再来一个找回场子，看样子是个越野飞机。这时管泡沫胶估计也救不回来了，是不是觉得加特林大师霸气侧漏呢？嘿嘿，那可不一定。正当大师在愣神之际，不知道哪里冒出的烟花直升机直接对准来了一发。确实事实是残酷的，无人机可以失误无数次，但是人不能失误哪怕一次。大师哪里受得了这气，直接安排直升机领盒饭。航模大军损失惨重，实际上还有个 boss 他们根本没打到，视频没有加速，来体验下吧。那么如果给你无限弹药，而他只有一个，你敢去单挑他吗？